么可能？不敢相信能买订到这么好。对啊，这还有吧台耶。是我们的第一间房间，哇塞，不得了，我也是第一次看，这个也住太好了吧 ？Oh my god， 这个桌子，还有不同的价钱。吃面糕吗？吃。这个东西是调和油，可以用看一个拼出来。那个是可以的。早安，今天是我们的第二天，然后今天我们要从成都坐长途大巴士8到10个小时到九寨沟。九寨沟的民宿乐园，请喝杯牦牛肉，请喝。这是我们的午餐，自热的，里面有一包米、煮米的水跟一个用来加热的水，还有餐具、调料，这个就是发热包。全家吗？全家。煮好了，然后剩下这一份就是这是长海，好漂亮啊！我才是肉包。这个是店员刚刚送的牦牛奶，很像那个奶贝，然后弄成汁的味道，闻起来很神奇。牦牛奶。
味道淡淡，没什么。哎，好像来了欧洲哦。现在海拔大概3500吧。然后这里是金鱼井，这里是大食怪金鱼井，它把我的小鱼片都吃掉了。那个走道更近，拍起来会更有临场感。耶！面包夫妇包夫妇，不是女生洞。他们说什么？传说仙人会在这个洞洗澡。太小了吧？怎么那么小？这样的精灵可以洗在这里。你是什么精灵？树林精灵，树林精灵，树林精灵。There's not much to do when all I can is thinking about you. Not doing well, don't know where you are, 'cause you're not here. It's been way too long. 我要去看熊猫。好吃吗？嗯，一点也。好吃啊！